什么 ski？ 从台北来。不是这种从哪里来，但是也可以啊。我本人是工程师啊，写程式的。那我来主要是因为我最近做简报，以前，但因为我也是就是接触 open source， 所以就对 license 这种东西特别敏感。那我做简报的时候，我就会觉得说，那我就不想用别人的东西，要尽量用自己的东西。但当然是不行，因为你自己根本没有，因为你没有拍照什么专业，你很难去 build 出一个完整的东西，所以就想用别的。那既然要用别的，那就要搞懂人家放 CC， 或者放其他来讲，到底是要怎么用，怎么用才可以。所以刚好看到博士们分享，就是想说来多认识一下这个相关资讯。推荐你下礼拜六的活动，这里太大。下礼拜六可能比较顺利，但当然今天来是非常欢迎。那就下线，另外一位白子先生。哦，大家好，我是白子。再先指。好了，没有，因为我之前曾经是讲说，我就对著作权有如白子一般非常无知，但是被大家就是视为其实是再生纸，没有那么白。那我真实的姓名姓上官。叫梁志，大家叫我上官就好了。然后，我其实主要在参与的比较是危机的相关的活动。那，在推广危机百科的写作，还有其他危机媒体计划这样子。所以说，我对教育也蛮有兴趣的。那，这礼拜没有办法去参加 CC 的读书会，哎，有吧？有读书会，下礼拜是礼拜一啊。哦，就是明天。哦，对，就是明天的，好可怕。书都没念完呢，好糟。对，那原因就是因为我去香港参加一个世界公民教育，所以等下可以报 Lightning Talk。哇，好，那就是所以说，刚刚听到了陈翔老师的分享，我觉得。那我们就一起来真善美吧，好，那就这样，谢谢大家，耶。